你像王助理，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哈，像王助理啊、表弟啊，他们都住过我家，但是他们住完就走了，从来也不带洗洗床单啥的。但厨师每一回住我们家，都要把床单洗干净，然后他再走。刚洗完床，前几天刚洗完床单，然后晒干了，然后放哎叠好了放那了，哎又疯了，又回去我家住了。厨师是男的，他最讲究了。厨师是男的了，行吗？好习惯是不是？厨师出来呀，你要看厨师呀。我们家厨师可结过婚了哈，孩子两个了，老天啊。大的跟我儿子差不多，他才24岁，然后孩子大的是七岁了。闺女7岁了，然后孩子刚1岁多一点，儿子刚1岁多一点，结婚早，他结婚比较早。